老吴啊，我最近心情很不好，相中了一个比我小了几岁的男的，但他拒绝了我三次了，我好难过，他嫌我女孩子家不够细心，大大咧咧的。可我觉得我还挺细心的，要那么细心啊？你这样姐，那你就学得再细心一点啊，哪天他咳嗽一声，你就直接把棺材给他埋好，你问他够不够细心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想买条手镯，看上了一条春彩，要13万，好贵啊！哎，真的连手镯都嫌弃我，能不能帮我找个类似的朋友圈呢？好漂亮的春彩，一定要帮姐姐找。太夸张了，价钱，春彩倒是很漂亮，底妆很细腻的，双彩都很艳丽，这种戴起来，姐戴起来肯定美美的。那太贵了，姐我帮你找，戴玉器街可能3万，可能3万都不用，我得试试看啊，得找找，你看我最低能多少钱把它谈下来？那你要砍低点啊。我肯定知道啊，你不要叽叽喳喳在旁边。这个价钱他估计都是在那个，要么人家开高价，要么就在那个景区给他才有那么贵。好，逛逛吧，不逛逛看最低多少钱给他谈下来。这条很漂亮，你快看，没有像图片那个那么色浓，但是它是粉春的，然后还带阳绿。它这个料子的话，它就是比较冰，它做出来会冰很多，比图片冰很多。它的冰春彩很甜啊，仙女的感觉。这个戴上去，妈第一买回到18岁，这里可以去的，它很薄，然后背过光的话，这样看的颜色就会变得更浓一点。这条其实也 OK 的，虽然没那么浓，两种不同的感觉。那个的话比较贵气一点，这个的话比较鲜，比较年轻，比较美。这个其实也很好。这条能卖多少钱啊？给个4万吧，那大概就得卖5万咯，才5万多，其实比那个图片便宜好多了，那个13万，这个是比它冰，那颜色比它淡，但是很鲜的，阳绿又更阳一点点，再看看吧，还有没有色浓的，总低一点没关系，有没有色浓的，它总低一点没关系啊，这不还是冰春彩吗？行，我再看一下吧。这道很漂亮，你看一下这双色多明显，它阳绿的话是够辣的，颜色够浓，两边把心拿开，这个镯心的话做牌子对半开切很值钱，很漂亮，底子又够细，这紫罗兰也好。这条卖多少钱呢、啊、这套实际卖多少呢？20万块钱。要过世啊，挺好的，这个挺有性价比的，你看咱再看看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，很漂亮。它主要这个色蜡，这个色蜡会贵，这个阳绿找那种云开的，像那片果色那种。这屌毛穿个短袖啊，这屌毛你家都不是地球人，你看整个商场所有人都包得紧紧的。不要骂人，他们视频限流了，把这段逼掉。有没有春彩啊？看一下，他这里有一条胚，还有一块饼，是吧？这条胚的话就是绿色太淡了，拿白光看哦，这块明显会好一点点，条形呢就不会很胖。这个料子的话，等它把芯压出来了之后，这边紫色一大半圈的紫色会出来，然后这里一节绿，底子又细哦，没什么绵感，没什么颗粒感，这个还不错的，还都没春彩。这个饼要卖多少钱呢、啊？还3万，店子有良心啊，他今天给他干嘛来？不贵啊，有没有给过价？等我给。看一下你这个，我给5000。还有水壶啊，没水壶啊。这家卖多少钱嘛？5000。太漂亮了，你看半截绿啊，头顶一抹绿，下面的话全紫色。半码8000块吧。卖不了。少点吧，这里卖多少？哎，落个卖价嘛。1万8。你看人家那个13万，这个起货跟那个差距不大的，差不多的。1万8呀。还有空间吗？少点嘛。1万整数拿走了。卖不了。可以啦。卖啦。冷得要死，穿个短袖，1万可以了。你再少点嘛，再少点嘛。干了一天了，又要收档了。你看人家都收档了。我不多说了，16000吧。1万1嘛，1万1嘛，便宜点嘛。货是好货，1万1卖了就可以了。再刮胸下去，裤子都。还有空间的吧？再少点嘛，再少点。大爷啊，我还1嘛。1万6000吧，还怎么少啊？12000。1万2了。啊。再加1000呐、啊，最后一口价你考虑一下吗？你看露出了这个贱贱的笑容，就是在拉我价，不了，不加了，就12000。我感觉11000都差不多了。哇，加了1000块，他直接笑出来哦。你说这人转过去了，不收，罚我500了。我都已经成这样了。取货，这个起货好的。我的老天鹅呀！